一，秦国第一次力不从心了。当赵国的崛起奥秘全部被揭开，秦国君臣在章台的秘密会商，莫衷一是了。以丞相魏冉的主张，赵国在武陵王之后已经休整二十余年，惠文王赵和的王权已经稳固，赵军兵力已六十余万。 实力显然已经超过了武陵王后期。当此之时，秦国不宜与赵国展开大战，当先行周旋山东列国，陷赵国于孤立，而后徐徐图之。然则如此一来，立即便有了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：欲与之败，如何对朝野交代？丧失八万，秦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。 朝野伐赵声浪正在汹汹之时，天下战国也在睁大眼睛看秦国如何举动。若就此隐忍不发，且不说灭杀秦人、攻占士气，只怕追随秦国的山东诸侯也会倒向赵国了。这种局面，任谁也不愿看到。如此一番折辩，大权在握的魏冉也不能固执己见了。 只拍案一句：“王前但有定策，老夫鼎力实施。”板着脸不再说话。末了，还是一直默默思忖的白起开口了：“从大事权衡，目下还得给赵国一个颜色，否则内外难安。只是此战只宜快速战胜，不宜僵持大打。战胜之后，我王可会赵王。” 压起处于下风，使天下皆知大秦并无示弱赵国之意，以了郁郁之解，而后，当以丞相之策行事。虽然不甚解气，然则众臣们反复掂量，目下还似乎只有如此，方可暂作了局。一时无话，算是默认了白起的谋划。惠王之事好说。 秦昭王皱着眉头。要紧处是，这一仗必须胜得利落。白起慨然拱手：“此战，臣当亲自统兵，定给我王打出会盟威风。”一言落点，魏冉当先拍案喊好，几位重臣紧接赞叹，连秦昭王也似乎绽开眉头，松了一口气。 白起的厚重寡言，人人皆知；统兵出战的沉稳犀利，更是人人放心。他说：“打出威风，那便必然能打出威风。只要一战打胜，与赵国扳个平手，秦国便能从容周旋。”如此情势，君臣心下一时稍安。会商结束，大臣们立即赶回咸阳，各自忙碌去了。 独自留在章台消暑的秦昭王有些坐卧不宁，总觉心下沉甸甸的。落日余晖将山谷染成了一片金色，秦昭王沿着湖畔草地一路走来，不知不觉到了竹林掩映的孝公庭院玄思院。漫步在这简朴幽静的小小庭院，秦国的风风雨雨油然浮现在眼前。 秦孝公与商君的盛年悲剧发生在这里，秦惠王的暮年悲剧发生在这里，秦武王扑朔迷离的继位之变也发生在这里。秉政三十余年的母亲宣太后，去岁也惨死在这里。小小章台，每每在秦国大转折的时刻，不期然成了风浪的源头，神秘的令人不可思议。 只有叹息天意了。如今自己即位已经三十余年，秉政母后死了，统摄国事的舅父丞相也老了，眼看自己就要稳稳当当的亲掌大权，统一六国了，却突然一座赵国大山横在了面前。拨开这座大山上笼罩的云雾，又恰恰是在章台。若非天意。 其中奥秘为何如此令人难测？诚然，一国内政也可以不因他国强大而改弦易辙，然则这是战国之事，大国连续碰撞、激烈对抗，天下大势几乎铁定的左右着各国的权力格局，如何能以寻常时期的外事邦交论断长？若无赵国大山骤然横空出世。 玉宇之战，秦军大败。以穰侯年近七旬之身，朝野呼吁其退位还政之声必然日渐高涨。穰侯无由恋战，自己亲政指日可待。然则，赵国大山一横，秦国局势陡见险恶。强臣猛将，立会成为国家重宝；稳定权力格局，也会成为上下同欲，朝野。 便会转而拥戴穰侯此等强臣掌国，以与赵国对抗。穰侯虽已年迈，却老而弥辣，非但体魄强健，痊愈更是不见消减。若再有十年，嬴稷自己也是年近六旬之老人了。疏忽一生，难道注定要将这空头王冠带到坟墓里去吗？这种茫然无措。 与其说是因为自己的权力处境而起，吴宁说是惊心动魄的赵国故事给了他前所未有的震撼。毕竟，自己是秦王，也算身强体健，终不成还能走在老舅父之前了。纵使亲政再晚，秦国最终也还是得赢稷掌权了。说到底。 秦国目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对抗这个巍巍然崛起的赵国，然则依赵国目下之势，秦国还当真是力不从心也。就兵力说话，战国以来初期魏国最是强盛，魏惠王中期曾达到五十万精锐大军；战国中期，楚国吞灭吴越之后，兵力一度达到六十余万。 齐国在齐闵王后期也达到了六十余万大军，然则上述三国都疏忽衰落了，目下都是拥兵三四十万而已，且还不是清一色的精锐新军。目下七大战国之中，兵力在六十万之上者，唯有目下之赵国。若是仅仅数量占优而战力疲弱，秦国五十余万大军何惧之有？要紧之处在于。 赵国这六十余万大军，偏偏是胡服骑射之后练出的精锐新军，其剽悍勇猛之战力，竟能一战吞灭秦军八万铁骑，当真令人惊心。纵使胡商用兵不能与白起相比，然则两军死战决地，赵军并非大军重围以数倍兵力优势取胜，而是在以兵力大体相等的情势下死战取胜的。 若非此等血战，岂能令善战之秦国朝野震惊？如果说御宇之战还仅仅是对赵国战力的惊讶，在白起揭开赵国帷幕后，秦国君臣已经被赵国的整体实力震惊了。若是赵武灵王的嘱咐一直做下去，以赵雍晚年之措施频出，也许赵国之强大也就是昙花一现了。 偏是阴差阳错，一场兵变竟成了赵国朝野的枢纽之由，使这个民风强悍的国家渡过危机而继续强大起来。本来赵雍未必就死，偏偏是那个最后的侍女戴云子刚刚走出赵国，却永远的失踪了。本来少年赵和未必能稳定赵国，谁料那个公子成。 被封为安平君，独掌国政三年之后却死了。那个谋划起事的李队，虽然做了司寇大臣，却也因实力靠山倒塌而被处斩了。于是，赵和安然亲政，赵国度过了变乱之期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赵和当政后礼贤下士，赵国疏忽涌现出一大波名臣名将。 势头似乎比当年秦国崛起还要来得迅猛。虽说在赵国内乱之时，中山国又死灰复燃，可如今的赵国不是又灭了中山吗？如此一来，赵和的国王越做越稳，赵国也是扶摇直上。天算也，人算也。战国之事，但能在变法之后连续两代稳定，立即成为超强战国。 若一代变法，而后代止步，必会无可奈何地迅速衰落。前者如魏国，如齐国，如秦国；后者如楚国，如韩国，如燕国。目下之赵国，赵合已经稳定近二十余年，上下同心，坚持新法，朝野拥戴，国力凝聚。若再有一代如此坚持，秦国的压倒天下之势，则可能要被两分了。 虽然赵国没有废除封地旧制，旧根没有彻底刨除，令秦国君臣稍感心安。然则赵国稳定之后，安之不会再行第二次变法？若当真推行第二次变法，如同秦国商君变法一般彻底，赵国岂能撼动了？果真如此，赵国岂非要与秦国平分华夏？秦国一统天下之大业，岂非要付诸东流？ 那时，身为第四代强秦国君的嬴稷，将何以面对嬴氏祖先？何以面对天下变法之事？是了，要害在这里。秦昭王茫然无措的根子，也在这里。当年秦孝公东出渭城而梦断关河，临死之际与太子嬴驷单独密谈，孝公问嬴驷。 何谓国耻？嬴四答：六国灭秦，不与会盟。孝公问：何谓国事？嬴四答：大出天下，一统华夏。孝公一字一顿地做了最后叮嘱：王族易败，若无远图，则速朽。凡我嬴秦子孙，必以一统天下为激励。荒疏者，死后不得入太庙也。 从此之后，大出天下、一统华夏，便成了嬴氏王族的秘密国事。尽管由于分化六国的策略之需，这一秘密国事不能公诸朝野，但嬴氏王族与古宫大臣历来都是清楚的。而且自秦惠王之后。 秦国与山东六国经过五十余年周旋，压倒优势已经是越来越明显。齐、魏、楚、燕、韩皆成疲弱之邦，统一天下眼看便可着手实施了，却偏生崛起了如此一个强猛赵国，岂非大大令人头疼？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若这种秦赵僵持的局面再延续得几年， 五大战国完全有可能重新恢复过来，那时，山东六国再以赵国为盟主合纵抗秦，岂非又倒退回秦惠王的艰难时期了？若有闪失，秦国被逼回函谷关以西，亦未可知也。血红的晚霞中，秦昭王猛然一个激灵，被撤，回咸阳。 秦昭王对遥遥跟在身后的老内侍喊了一声，大踏步走了。当夜三更，秦昭王回到了咸阳，没有进宫，车驾直奔穰侯未染的丞相府邸。可匆匆迎出的相府主书吏却禀报说，丞相从章台回来，只在府中停留得一个时辰，便带着一班精干力员北上九原了。秦昭王思忖片刻，也没有多问。 驱车回宫了。刚进书房，长史王基来禀报，武安军府行军司马报来急件，说武安军与丞相已经兼程北上九援，但有军情，随时与书急报。秦昭王心下稍微宽松，立即吩咐长史下书各郡县，并晓谕朝野：上将军白起已经起兵伐赵复仇，秦人精壮。 但有非征入军者，各郡县得踊跃接纳，并就地驻扎，四国卫府稍后一体接边。这是章台会商确定的谋划。此战事先书告朝野，以安国人汹汹请战之心，昭示国府雪耻之心志。王书发出，秦昭王吩咐张挂九原地图，硕大的羊皮地图。 在六盏与人等高的铜灯下，分外清晰。秦昭王伫立在图下，久久端详。白起要在这里与赵国开战吗？因此战不大，章台会议没有要求白起降臣谋划。当然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，这是白起统兵出战。若是别个大将。 那是无论如何也要多方谋议的，加之白起与丞相魏冉素来是军政联手的极佳将相搭档，白起慨然请战，魏冉一力赞同，秦国君臣还有个不放心了。秦昭王从章台回来的路上便在思忖，白起会将战场选在哪里？秦昭王原本多谋深思，即位以来虽说不握掌国实权。 但却从来都在细心体察白起的用兵之道，尤其是那些兵略谋划。虽说君王不必领兵，然战国之事大战连绵，君王不知战场兵术尚可，若对兵家战略也是一窍不通，是迟早要出事的。以秦昭王的推测，白起打仗刁猛狠稳，看似堂堂之阵、正正之旗，实则机变难测。论秉性。 更是刚勇深沉，战胜欲望格外强烈。以此看来，白起这一战定然是选在河内安阳之外。安阳是白起夺得河内郡后设置的新要塞，恰在与赵国接壤处。兵出安阳百里之遥，便是丛台行宫，后世赵王台。再北上百里，便直接威胁邯郸了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。 安阳要塞四周驻有秦国的精锐铁骑十万，攻城大型器械也多在此囤积，实则是蓝田之外的秦军第二大本营。攻敌距离短，秦军优势大，但出可直捣赵国都城要害，对天下震动大，对赵国威慑更大。秦昭王以为，对赵复仇，此地为上，白起也必选此地无疑。然则。 白起选了九原，实在不可思议。九原与云中是秦国北长城段防备匈奴的两大要塞，驻军统共八万铁骑。自从武灵王设置云中郡后，赵国一直在阴山大草原驻有廉颇统帅的十万胡服精骑。东南两百余里是雁门关大军营地，原野开阔，骑兵相互驰援极是便利。 依据各方军报，此番白起北上没有调遣大军，看来是要以八万铁骑对赵军十万开战了。虽说秦军战力出类拔萃，然目下这是打过浴血战的赵军，如何能保得稳操胜券了？白起呀，白起，你素来沉稳，如何却在这只能赢不能输的关节点上冒险了？ 然则秦昭王不想干预，也不能干预。白起背后还有魏冉，且不说魏冉目下大权在握，便是论兵论战，魏冉也是几近一流的统兵之才。无论如何，魏冉的谋国忠心，秦昭王是毫不怀疑的。他能全力支持白起，一如既往的亲自为白起坐镇粮草辎重，其中必有道理。大战在即。 若自己表示异议，虽说并不一定会动摇这一对将相合璧，但毕竟会使他们分心辩解，传扬开去，对军心无疑是一种无端干扰。可是，如若不说，当此要紧关头，万一失利，该如何处置？秦昭王心中蓦然一亮，此战若败，不说白起。 先便是废黜魏冉丞相的绝好时机，大权可一举回归。然则片刻之间，心中那一丝亮光暗淡了下去。果真败北，秦国立时便是内外交困。纵能废黜魏冉，却用何人替代？大国丞相统摄国政，其人若无非凡才具，君王会立即陷入繁剧的国务漩涡，而处处尴尬狼狈。 一将一相历来是国家栋梁，无大才出世，无端换相便是突然乱国。如何能在战败危机之时动手？长史，你书良久伫立，秦昭王突然回过身来，长史王姬将王叔迅速拟就，半个时辰内誊抄刻简，用印泥封一印完毕。 天亮时分，三骑快马飞出咸阳，直上北板向遥远的北方风驰电掣般去了。《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》第十二章“势相峥嵘”，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